各位大德吃早餐喽！哎呦，哎，大家好，吃早餐喽！哇塞，哎，早餐会不会太丰盛了哈？三明治、汉堡还有可丽饼啊！哎，他们昨天赚大钱了？没有啦，我是想说伯父阿妈今天要出去玩，我就多买一些，他们吃饱饱再出门。是妈妈，是妈妈，你改变主意要去了。没有啦，其实我本来吼是坚持为了安全讲吼，都卖去高雄佚佗啊啦。但不过那天阿红他昨天跟我讲了一段话，我就改变心意了。石妈妈，你到底听了什么话？你要跟我们大家讲啊！哎呦，这回啊，就是没来过。伯父啊，你到底是说了什么？让我妈害羞嘴，你们家的狗啦！是啦，我想吃快点啦，快点呐！够了，你哎呦，我脸都红了。哎呦，点啦！因为什么啦？我就给你妈说啊，说我们这次去高雄玩，如果真的遇到什么意外，那也是命中注定嘛啊！但如果说我能跟他在一起，就算遇到什么天灾人祸，那我们呢也是牵着手一起走的。哎呀，你好啊！我都起鸡皮疙瘩了。没有啊，没有没有。爸，你也进步太多了吧？这么神速。对呀，伯父，你简直是黑皮银纸装的，我又看不出来嘞。妈，我是给你三十担啊，三十几担啊，卖假啊，你爽歪歪个咧！哪有？你死定就得我死也不是啊！你要扯后腿呢？好啦好啦，快点吼！就是因为我听到阿红讲遐个话哦，就感动诶，所以我们才决定讲照计划再去高雄玩呢。